一，点火。90秒了。好的，非常稳定。100秒，顺利超过了100秒。好的，我国的3米直径固体发动机的首次试车已经顺利完成。它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们国家这个固体动力的能力上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跻身于我们世界前4位。它的成功必将进一步应用于我们国家深空探测和载人登月的重型和大型火箭中。